What's your name? Stephanie. 我叫苏散阳。 你会扬琴？对啊，我们是演奏扬琴的。OK，我参加 BCYCO也学会有两年到三年了，应该是两年吧。我比他久一点。发生过最有趣的事情，其实没有特别有趣，不过每次都挺好玩的。哦。 对，上次我觉得去那个 Edmonton 的旅游旅行很有趣。嗯，十年的感想及愿望，感想就是，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巡回办得很好，不论是大团还是小团，我觉得各个团的那个安排演出什么的，愿望就是能够多演出，然后越办越好，就这样。好。